繼續講今日嘅下半堂，就請阿梁兄咧讀呢個新分別。我哋三地就講完，就講三別啦。新分別，大家聽到啦，大家熱嘅下邊嗰度。吐司富窮啊，隱萬故不長。吐司富窮啊，隱萬故不長。嫁女與貞夫，不如棄老婆。结发为妻子，直不恋君床。结发为妻子，直不恋君床。无分神告别，无赖太匆忙。无分神告别，无赖太匆忙。君行虽不远，手边负何阳？君行虽不远，手边负何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将？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床。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床。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使地，沉痛逼中墙。君今往使地，沉痛逼中墙。誓欲随君去，仍誓反苍黄。誓欲随君去，仍誓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是容寒。勿为新婚念，努力是容寒。妇人在军中，兵器恐不扬。妇人在军中，兵器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置罗如常。罗如不服师，对君洗红妆。罗如不服师，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相长。仰视百鸟飞，大小必相长。人事多错误，与君永相忘。人事多错误，与君永相忘。咁大家睇個題目咧，知道係新婚，啱啱結完婚就要分開啊。咁點解要咁慘咧嚇？過嚟講下又係有戰爭嘅問題。吐司富窮啊，隱萬故不長。呢、這個讀個長就係平聲，係咪啊？吐司就係指嗰啲那些蔓藤的植物，就是蔓生的植物。富蓬麻，富蓬麻，蓬和麻都是一种草本的植物，尤其是鳳，鳳又叫飛鳳，飛鳳呢就是無根的，就是飄落的。那這句意思是怎樣呢？第一句就是說，這些萬生的低等植物，你要依附這些麻，這些矮小的草本植物，或者這些飄鳳，因此你嗰個爬藤嗰個蔓延咧，你唔會去到好遠嘅。咁我再賣個關子，點解要講呢句先嚇？咁啊，改埋下邊兩句：嫁女與貞夫，不如棄老婆。佢話：如果你有一個閨女要嫁人，咁啱如果嫁咗俾個行軍嘅人咧？冇乜希望嘅，你不如將佢遺棄喺路邊就好過啦。因為點解啊？喺遺棄路邊，佢都仲有機會咧，去自己揾食啊。但係你嫁咗呢個軍人咧，除咗
佢辛苦之外，因為軍人要佢丈夫要去行軍啊嘛，咁啊要離啦，要離開啦，仲要擔心多一份，哎呀佢唔知幾時死啊！咁你佢若果你將個鑊擺喺路旁啊，啊佢都仲有機會淨係照顧自己，純粹需要再擔心差人嘅，即係作一個咁嘅比喻。咁再照應翻前嗰兩句，意思係話，若果呢個兔屍子唔係依附呢啲蓬麻咧，相對嚟講，若果佢攣藤攣到嗰啲梧桐樹啊，你嗰啲喬木啊，大樹好遮陰啊嘛，有依靠啊嘛，係咪啊？但係嫁咗呢個軍人又冇依靠，我隨時變咗寡婦啊嘛，咁啊，所以咧。所以隱瞞顧不長之話，你嫁咗呢個軍人之後咧，你個女兒咧，佢哋可能都係冇一個長遠嘅啊相處嘅機會，好容易咧係守生寡咁樣。咁咧開首四句已經表露出啊嗰、那個夫婦。若果男性是軍人呢，你就真的是尚不知幾時呢變成寡婦，那這種這樣的情況。結髮為妻子，直不圈君長堂，這個叫圈，這個是以前春秋戰國的時候一個什麼馮圈啊！孟嘗君嗰個食客啊，呢個最犀利噶，啊又要坐車又要有魚食噶，嗰個先得噶。結髮為妻子，意思係話男女雙方啊，應該禮成做咗夫婦，我而家係肯嫁俾你作為你嘅妻子。直不圈君床床啊！喺呢個鋪席啊，或者坐嘅席上邊咧，坐都未坐暖啊！啊，我都未曾盡過做婦人嗰、那個時候啊，你已經要離開。咁古時候你要到呢個咩啊？要適婚年齡先至可以結婚噶嘛，所以結法。咁以前咧，女子15歲，以前女孩子15歲咧，只有及笄之年。即係扎起粒個頭，我要插住嗰個髮钗，佢要及笄之年就15歲就成年啦，可以嫁人啦。男子咧20歲加官，戴個官帽啦，就係變咗成童啦，就可以娶妻啦。無婚神告別，無奶太匆忙。挨晚先至拜堂結婚，但係咧，聽朝早你就要離家要上戰場，會唔會係快咗啲啊？呢種係有個嘆息啊，真係坐都未坐得暖咧，你就要離開屋企。咁因為一個婚字咧，古時候啊。婚禮咧係挨晚嚟到舉行嘅，所以個婚字咧結婚就喺夜晚黑嘅，喺挨晚時候，所以婚禮啫。以前嚟講咧，應該係黃昏時候啊，先拜堂。呢個係《白虎通》入邊嘅嗰個儀式。若婚時行禮，故若婚。
安行虽不远，手边负何恙？虽然你去守树离屋企不是太远，所以去到这个河阳的地方，河阳就在河南的。雖然你離家不是太遠，只可惜妾身都未分明，何以拜姑將？姑就是家婆，將就是家公，姑將。意思是說，因為我們的結合其實是未曾完成所有的婚禮儀式，在那個時候那個正式的名分呢，要是在結婚之後三日才上去告自己的家廟，才是叫做完成的婚禮。那現在呢，只有過了一夜而已，他自己的名分呢都未曾清楚，未曾做完所有的那個所謂的三書六禮的那些條文。因此呢，我都不知道怎樣見我自己的家翁家姑。父母養我時，一夜令我床。想起我未出嫁的時候，我其實呢，我家裡都很矜貴的，我的父母呢都不想我去拋頭露面的，等我在家裡，做個大家閨秀。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著，沒辦法啦，鬼叫我做女人呢？那既然嫁得雞就隨雞啦，嫁得狗就隨狗啦，所以呢雞狗亦得將，將者即是追隨的意思。什麼叫生女有所歸呢？這個歸就表示呢這個女士的真正之家。女子呢以夫家為歸，所以呢女子出嫁叫做知子偏歸，個歸。因此呢就是說這個歸就記住了。君今往死地，沉痛白中牆。他說現在你去到這個兵凶戰危的地方，真是九死一生，就往死地，即是你回來的機會呢是真是很難預測，所以往死地。但是 有個版本呢就君今生死地，我用那個是仇少敖的，仇少敖的導師長柱，這個是黃色的柱，黃紫色。令到我呢個內心非常之難過，沉痛白中牆。這個音白
細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本來我亦都個另一個想法，希望我追隨你一齊上去戰場，或者係去到這個軍營嗰度陪伴你嘅，因為啱啱先結婚啊嘛。但係又考慮到咧，一個女子上到去軍中唔方便之外，亦都會影響到行軍嘅士氣，追到倉皇，即係令到個士氣受呢、這個阻擾。因此，佢到最後就係話，就安慰佢自己嗰個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是用。到最後都想通了，唯有又跟不到他去了，唯有去鼓勵他啦。你不要想著因為新婚宴已而不捨得，或者影響到你上戰場的志氣，你都是努力做好做一個軍人的工作，是幫助抗拒你的亂神拆子啦！古人在軍中兵器恐不弱，即係同先前嗰兩句差唔多啦，即係會影響軍心。自嗟貧家女，苟自樂如常。佢雖然佢屋企不是富有的人家，但是都是自己知書識禮的，他知道自己何時出嫁了，因此花了很大段時間自己做一些、結婚用的衣穿衫、衣服，這些呢都是親手一手一腳自己做的。但是下面那兩句呢好傷心啦！羅如不服師，對君使紅妝。佢話：我花咗咁多時間做咗呢啲靚衫，準備喺洞房花燭見你嘅，而家我都冇心機去著啦。羅如不服師，對君使紅。我本來化個好靚嘅妝嚟到見你，女為悦己者容嘅，但係你都要離開啦，我以後咧連妝都唔化啦，將胭脂水粉全部洗曬，因為係幾沉痛。啱啱結婚第二日，丈夫就要離開，兩事百鳥飛。大小必相長，呢啲好感慨，亦都係一個隱慶喺度。登高台，你望到天空上邊好多雀仔，都係一雙一對。但係我咧點啊？而家係勞燕分飛，你又係幾感觸啦呢樣？人事多錯誤，與君永相忘。這個忘字呢，亦都是用平聲，用音的忘字，因為它要平聲韻的。意思是說，有很多東西是天作弄的，這些是很難預計的，多錯誤錯綜複雜，好似冥冥中有個預定咁樣。但係無論都好啦，無論點都好啦，與君永相忘，永相忘，即係話咧，我係會等你翻嚟。呢啲真係幾難嘅一個決定。
樣結婚就要到最後自己要收拾翻係好痛嘅心情嚟到鼓勵翻自己嘅丈夫，意思嘅話亦都係希望佢你去我留翻條命啦，我係等緊你嘅。咁呢一種係好好沉痛嘅啊！呢啲就係呢首嘅親身分別。交未宁静，衰老不能安。子孙阵亡尽，焉用新独断？头像出门去，同行为新船。朋友牙齿全，所悲骨髓干。男儿既戒咒，常泣别常欢。老妻卧露啼，睡无衣裳搭。孰知是死别，且复相期何？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家餐。土门逼甚坚，行完渡亦难。西二叶情下，纵死时犹欢。人生有离合，岂择衰老端？一息少壮日，迟回景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披光乱。即使草木星，流血穿云丹。何香为乐土，安感尚徘徊。气绝逢失居，塔然摧废干。咁佢三别都系非常嘅特别，同埋令到人哋非常难过嘅一种别离。新分别，年青人嘅别；衰老别，老人嘅别。四郊未宁静，衰老不得安。在古時候的京城呢，所謂四郊就是近住京城的五十里的周圍呢叫做近郊，再出去呢就一百里呢叫做遠郊。這個泛指就是說這個戰鬥場地那附近那裡四圍的地方未寧靜，仍然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叛軍的騷擾，很多戰士都是在做的。那連我們居住的地方都要受牽連，因為距離那個戰場很近，搞到
到我垂老都不得安，我已经是垂垂老矣，都不能够安享生活，因为战乱局安。下面两句又不是，子孙阵亡尽，焉容身独圆，仔仔孙孙个个都因为战争死晒，而我哋老人家点可以独善其身呢？若果战事要到我哋，都要去硬住碰住要上嘅。一种嘅情怀就系佢对战争嘅痛斥，另外一种情怀咧。他仍然有種，你說他愚忠也好，他仍然是忠君愛國那種想法、啊、雖然不是很有力量， 我都做得一點做得一點。投將出門去，同項為新孫，這個行字就是項，即是項五的意思，就是行軍行伍叫咁呢句咧，你睇得到呢、這個老人家都幾大年紀啦，行路都可能震下震下，仲要揸住啲拐杖先行嘅。但係佢為咗要逃軍從容點啊，拐杖都唔要你劈咗佢。咁其實仲危危乎啦，但係。表示自己仲行得走得啊嘛，所以連拐杖唔要。同行為新孫，哇！嗰啲同齊嘅參軍嗰啲啊，見到佢個樣咧，都非常之難過啊！所謂新孫落涕，幸有牙齒寸。所肌骨髓乾，咁佢同嗰啲行軍嘅戰友咁講咩啊？我啊，我啲牙都未甩噶，我仲可以食嘢噶，差就差在骨頭脆脆啫。所肌骨髓乾，好似嗰啲係嗰啲啊叫做咩啊？係骨質疏鬆嗰啲咁樣，老人家啊。咁你咧即係自我解圍咁樣同你講啊！我仲牙齒仲好，仲可以食得嘢。男兒既戒咒，長泣別上官。戒咒者就係講嗰啲啊，即係行軍時成日著嗰啲海甲啊，同埋個頭盔啊嗰啲咁樣啊，保護自己嗰啲啊嘛。啊，咁其實咧，呢個老人家佢平時行路都揸拐杖，哇！再著埋呢啲咁重嘅，我唔知點行啊。啊，個意思話，既然我都預咗上戰場啦，仲要同嗰啲父母官啊，長泣別上官，呢、這個上官者。就指當地的世小官員，他要跟他講聲拜拜才行、啊、所以呢還要什麼哇打工作揖很有禮貌這樣、啊、那這些呢直到這裡為止呢老太婆一點都不知道、啊、下面才到出場、啊、老太婆出場、啊啊、那些就是慘人了。老妻我老太睡无衣裳单，咁因为佢偷偷地自己走咗去参军啊嘛，咁啊老太婆都唔知噶，哇！后来老太发现个老爷唔知去边啦，咁啊即系搵到走到有气唔上气唔住下气咁样，去到见到佢啦，哇！泪低啊，老妻我老太。
哇，係就呼天搶地咁樣，哇！你點解又走咗去啊？你嗰陣咁大年紀，仲要參軍啊？等等，啊喺度哭哭啼啼，稅務衣裳單。咁有好多解釋咧，就係話稅務衣裳單咧，就係、指呢個老翁，就係年識呢個老太婆，著得好小衫啊！呢、這個冬天嘅時候咧，哇，即係擔心佢唔夠暖。咁有好多解釋係咁嘅。我覺得咧就唔係咁吻合。我覺得咧就老妻卧露啼啫，即係佢呢個老翁啱啱見到老太婆個動作，然後咧再望下佢樣，哇！原來佢著得好單薄啊。咁老翁咧就擔心啲老太婆，哎呀，你著咁小衫，你就唔好嚟啦咁，諸如此類咁樣，即係變咗兩老互相關心，因為老翁係好清楚知道有得去就冇得翻咁滯，咁啊，但係見到自己個老太太咁嚟到。衫都唔著多件就走嚟，應該佢出門口時咧好趕嘅啦。咁佢咧即係為佢擔心，點解你著到咁少嘅衫走出嚟啊？咁樣熟知是死別，且復相期何？熟知就係在心知嘅時候。咁呢個咧係重複一句咧，就係話佢哋心知道呢次嘅離別咧，真係生離死別嘅。且復相期何？咁呢度咧，我反而覺得係兩方面咧都有噶。你又關心佢，佢又關心你。即係你上到戰場，你去到離開家庭，我冇得照顧你。你要著多件衫等等，呢啲全部係一個好平常，但係好深情嘅互相關懷，係一個老夫老妻嘅關懷。此去必不歸，懷問全家餐。尤其是呢句啊，我覺得就係話應該係互相都勸勉啊，記得食飽飯啊。老太婆又跟個丈夫講：你行軍好辛苦啊，你都要吃飽飯啦、啊。即係嗰種你聽到咧，就是、令人流淚嘅呢啲咁樣嘅説話嚇。土門逼甚堅，坑怨都益難。哇！呢、這個老翁就係啦，哇！去強自振作咁樣，嘿唔怕嘅啊！呢、這個土門呢個地方，哇！我哋有。堅壁清野，我哋全部都係咯，我哋擋住曬嗰啲咁樣嘅叛軍，啊，我都唔需要擔心佢哋攻破嘅，啊，另外幸源亦都好難攻得破嘅，咁呢兩個地方咧都係喺個邊區，細意熱城下，縱死事有歡，佢話。而家嘅情況咧，同兩三年前唔同啊！兩三年前熱城嘅時候咧，因為對方嘅軍隊好強大，咁我哋冇辦法同佢對攻。但我哋而家係守啊嘛，咁我哋應該就容易啲啦。所以形勢同以前係唔同啦。縱死時又歡，呢句係好阿 Q 咯。就算死，我都冇咁快死嘅，過咗幾年啦，咁即係阿 Q 啲咁樣，咁啊開解佢自己，亦都開解佢個老太婆、老太太啊，呢啲真係你睇落去咧，真係心酸啊！人生有離合，喜集衰老。生當中咧，無論
青年男女亦都會分別，老人家亦都分別。佢唔係單單指係對待呢啲老人家而產生嗰個所謂利受別墅嘅呢個端，就嗰個思緒咁嘅意思，即係唔係因為我老而產生對我啲特別嘅利受別墅。其實每個階段、每個年紀都有機會離離合合噶啦。即係呢啲人勸解翻啊，佢個太太。咁誒，跟住又講翻啲 story 咯嚇。一息少壯日，自會景長灘。呢個灘字係讀平聲個灘。啊！我想起你以前啊，年青的時候啊，我們曾經過過好日子，過過太平的時代，尤其是啊這個開元之治，因為天寶都是14年而已，再加上那個唐肅宗，那也是兩三年間的事，那也是16、17年，那他們老人家怎麼都他們20多、30歲的時候呢，是太平盛世來的。所以呢，他覺得啊，那陣時是幾好的，詞彙景長灘，但是怎麼到現在這樣，國破山河在呢？城春草木深，啊，現在幾惆悵，它令到我們呢無限的嘆息。詞彙呢，就是一個很長遠、很緩慢，就是你的嘆息呢揮之不去的意思。萬國盡徵樹，烽火披江暖。萬國不是說每很多個 nations 這樣的意思，這個意思是說很多地方盡徵樹，意思是說烽煙四起，周圍都是有大大小小的戰爭，咁變咗咧，國無寧日，烽火披江年，啊，好似山邊啊、野嶺啊，哇，真係烽煙四起，咁無處寧靜。俗慘嘅咧就係死人多啦，下邊，即使草木聲，流血穿雲丹。哇！因為戰爭而失去生命的戰士，有些掛在樹上面，橫在樹枝邊。哇！那些草木因為那些屍骸腐化而發出那些腥臭，而因為殺人戰殺戮軍兩軍對壘的時候，那個慘殺呢，令到血流成河，穿雲丹，好像那些江水啊、河水啊、溪水啊，都是紅色，原野草地亦都是被血染到紅色的，丹就紅色。何香為樂土，觀感上四目所見的無處安寧。那你說有哪個地方是令到你安居樂業的呢？沒有這個樂土。那既然沒有樂土，就算我現在身處的地方都隨時會波及的安感上，我就算怎樣遲疑，怎樣不想上戰場都好，都是沒有的，不需要再遲疑，不如拍我心口就上去了。氣絕逢失居，塔現吹飛行。咁就好決絕咁樣同佢嗰個老妻 say bye bye 啦，跟住呢就離開佢已經住咗好耐嘅一個茅屋，逢
好頹然咁樣，嗰、那個伸咗象牙嘅象係係令到自己話所謂傷心傷肺啊嗰種難以言喻嘅嗰種情緒，好似差唔多去到崩潰咁樣。你仲咁樣嘅精神嘅狀態，你諗新分別已經慘，細佬別好似仲慘咁，下一個仲慘，無家別。無家別。天保孝元老但污泥，我礼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战子因阵败，归来寻旧妻。九行见空寒，日受气惨凄。但对湖与你，树无露我题。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了恋本之安辞，且穷妻。芳春独何错？日暮还冠愧。愿你知我志，照令摘虎皮。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愧。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寄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良宣师。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精泥？寂寞天保后，沿路泛高林。天保就指唐玄宗嘅年号。开元之治，跟住咧就系天保啦。咁啊，唐代咧由天保开始咧就开始衰退噶啦。所以唐代最盛嘅时候咧系开元之治，尤其是早年嘅时候。咁点解佢咁衰咧？吓，因为迷恋女色咯，杨贵妃咯，吓、啊，所以啊，不爱江山爱美人咯，系咪？日朝朝暮暮咁样对住嗰个杨贵妃咁样。所以男士啊，唔好迷戀女色啊！所以寂寞天保後嘢，即係話由唐代由天保之後開始咧，斷咗係蕭條寂寞，即係嗰個成個國家嘅政綱啊，都轉向於衰退蕭條嘅狀態。沿路但逢高，咁我而家翻到嚟呢個我住嘅地方嘅村落，而自己一個破落嘅家園，已經見唔到一間完整嘅屋啦，只係四周或者係以前嗰、那個。遠亭咧，全部都生咗嗰啲高麗，啲高麗咧野草好高啊，大概咁高，好似有似嗰啲茅咁樣，咁變咗你諗下，
幾荒謬咧？因為佢去咗童軍啊嘛，好幾年未翻過屋企，見到自己個家園係變咗咁樣。我李白如家世亂各東西，你就所謂鄉里啦。等於嗰啲細細嘅村落咁樣啦。咁原本我呢條村落咧有百幾家人，但係因為安史之亂而令到好多人咧離鄉別井走難，有啲亦都可能因為要參軍從事戰役。而令到咧整個村落改變曬現象，就勢亂就自個安史之亂嗰個影響。傳者無消息，死者為沉迷。傳即仍然生存嘅，但係佢哋可能離開咗。我已經不知道了他們的下落，沒有他們的消息，沒有他們的音訊。有些死了的就好像塵歸塵土歸土，死者為塵，那也都可以解釋一下，就是生命啊！你當時時嘅生命咧，係根本冇價值，唔知道自己幾時死，唔知道幾時仗打到人，唔知道幾時被抽丁去合軍。呢啲咁嗰個感嘆，戰子因敗陣，因陣敗歸來尋求痕。呢個應該讀個痕。飘溪啊，凌碧系径就读个系字，飘溪啦，都系同一个字，读音唔同。箭子就系讲佢自己啦，箭就系话佢一个系好卑微嘅意思嘅，唔系话佢系一个贱人啊。上古时候。戰字和現在的戰字是解釋有點不同，戰人以前的戰人和現在的戰人是解釋有點不同，因為孔夫子都說自己是戰人的，笑也戰，不笑也戰，故多能鄙視。咁意思話咧，佢細個嗰陣時係好卑微嘅，啊，咁唔係話達官貴人嗰類咁樣。咁因此咧，佢我細個咧已經識得做嗰啲好普通嘅嘢，譬如煮衫洗飯啊都識嘅，即係諸如此類。嗰啲係鄙視，就係話唔係話好卑鄙嘅事啦。呢個係好卑微嘅事，嗰個叫鄙。所以在上古時代箭不是好像現在說得那麼差的，只不過是自謙，或者當自謙，我只不過是一個未箭之人。
因陣敗，歸來尋求鞋。咁呢個後生仔咧嚇，佢原來已經係自從安史之亂啊開始，已經被徵兵去打仗。咁一個去咗五年啊，五年翻嚟之後，哇，全部都變曬完全。雖然唔係滄海桑田啦，但係咧已經係啊無從認識嘅一個自己嘅故鄉。因此佢翻嚟嘅時候咧，因為野草漫生，而鄉里又唔見曬，房屋亦都有啲破爛咗，唔認得邊度。因此歸來尋舊鞋。找回那條舊路，我怎樣才找回自己的屋呢？是，就是說那個道路或者小徑，是徑的嘛，所以就是不是徑的，因為那條 是一個村莊的嘛。九行見空巷，日壽氣慘妻。九行即行咗好耐，有村口一路行去，所見嘅乜嘢？空空如也，周圍咧破破落落咧，見唔到人煙嘅。這個空就似冇乜人煙，唔係話乜嘢都冇。而當時嘅環境咧，更加凝聚咗嗰個慘淡，日壽氣沉。太陽怎會有肥有瘦的，這些就是文學家用一些很特別的形容，用一些文字是不常見的，但是可以說得通的。日壽意思是說呢，太陽不猛烈，有少灰灰暗暗，那麼叫壽。如果佢猛烈就唔同啦，入面嚇氣慘妻，咁加上咧有種寒意，更加凝聚到當時嘅環境咧嗰種咁嘅慘淡，而且流露出一種咁樣嘅淒厲嘅感覺。點解咧？下面兩句你知啦。但對胡與嚟，是無路我退。咁見唔到人喎，我見到狐狸啊。因為以前人多住嘅時候，呢啲咁樣嘅野獸唔應該出沒嘅。咁咧變咗，而家呢條村落咧係喧賓奪主啊，嗰啲咁樣嘅野獸周圍出沒，人又唔見一個。是無路我提我啊，仲兇我添啊佢！以前我惡佢噶嘛，而家俾佢兇翻轉頭添喎。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親。咁周圍仲有啲乜嘢剩低咧？冇啊，淨係見到兩個寡母婆。仲是老的寡老婆，那他沒有提到那個老伯，那即是這些又是戰死沙場之後剩下兩個寡母婆的人。宿了戀本之安置且窮妻，那之前都是他見到這個解救歸田的後生仔，都見到他以前住的地方一片荒涼。咁咧，下面呢度咧繼續落嚟咧，就係再去強調翻佢點樣去重新投入呢個咁破爛嘅殘破嘅村莊自己嘅田。宿了戀本之安置且窮妻，做夫之後，雀仔到
到夜晚瞓覺嘅，即係翻去林間瞓覺嘅時候咧，都係依戀翻佢平時係寄存嗰嗰個樹枝或者個雀巢。咁呢啲咧就係、是、人嘅所謂嘅戀舊。咁嚟引申到咧，其實人都係一樣，都係希望找回自己的個 舊居、啊、舊的竇口，安置且窮妻。他說中洞此間那個樹枝、啊、可能將近斷的了，或者住了很多年，那個巢都已經破落的了，但是雀仔亦都不會那麼輕易地離開他相識的家園。相對來說，縱使間我現在回到我這個屋企是破破爛爛的，始終是我的家，我不想離開它，這個是我的根，我要找回它。芳春讀荷塘，這個讀荷字讀去色，荷荷荷，這個動詞的時候讀荷，日暮還冠歸。那呢這個年輕仔回到家裡重新安頓了，雖然是一個破爛 的房舍，但是都希望從因為解決解甲不歸田嘛，希望一個重新過一個生活。那麼他 在這個春天初期的時候呢、啊、都要做一些農事的工作、啊、走到他自己農田、啊、找個鋤頭、啊、翻泥、啊啊、除草啊啊！淋水啊，就日暮還冠歸。咁日暮還冠歸咧，就唔一定話真係夜晚先去淋水，即係因為個收池嘅問題咧。其實你任何時間去淋水啦，啲意思係話咧，除咗翻土除草之外咧，你要種田，你要淋水啊嘛，唔係嗰個瘦隻嘅完全乾旱嘅田咧，點樣可以生長咗嗰個植物咧？咁即係呢啲意思話，佢準備翻到去呢個舊房舍，重新開始過佢嘅生活。嚇、啊！真係慘啦！過頭翻去咧，都唔住多幾日就係咁啦。願你知我知，照令摘虎皮。哇！那個村長見到我翻，知道咗我翻嚟啦，即刻發咗出嚟啦。點啊？唉、哎，快啲啊！等人啊！冇人打鼓啊！要上戰場啦，又捉佢，係真慘。雖從本州逆，內固無所困。雖然咧，呢次嗰、那個手樹行軍咧，唔係去好遠，都係喺。呢、这個州政府嘅範圍嚇，咁啊去到啊河陽嗰度嘅啫，守土嘅啫。咁啊，但係我要離開呢個屋企嘅時候，準備去再次參軍，內固無所攜，攜即係講四拜拜。點解無所攜咧？屋企都冇人。冇人可以拜拜啊！有幾慘啊！再強化下面一句：近行只一身，遠去終轉迷。我雖然係去好近咗，去到前線啦，我哋得佢一個人孤零零啊！如果去得遠啲咧，我可能咧。連路都不識嘅，所以遠去終轉迷。如果還好，我係附近啫。家鄉寄蕩盡，遠近你亦隨。又再去講一啲比較有點反話咁樣講。
佢話：既然我自己嘅家園啊，乜都冇，人又冇，物又冇，去邊度守疆打仗都係一樣啦，我都冇啦，呢個就無家啦，因為家園乜都冇啊，翻到去都係全部都唔認識咁滯啦。永通長病老，五年胃溝涕。佢翻嚟先知道佢媽媽死咗，媽媽死咗冇人收斂，屍骸仲係喺個溪邊放棄。永痛，永長嘅意思，嗰種痛失慈母，嗰種悽戚係難以了斷，永痛。五年委溝溪，死咗五年，唉，幾慘。咁所以咧，就乜都冇，就無家。生我不得你，終身兩孫西，呢個同個西嚟。佢唔係話佢媽媽生佢唔好命啊，意思係話咧，媽媽生咗我，但係我唔得長進，唔得孝順，令到你死咗都冇人收葬，冇人，你年老嘅時候冇人侍奉，因為我要行軍。終身兩孫西，即係佢呢個好難去忘記，好難去原諒佢自己，冇辦法去報答佢自己嘅老母。人生無家，何以為精呢？當呢個社會去到咁慘痛嘅時候，咁慘烈嘅時候，好似我呢個咁樣，已經去到無家。就算有嗰個，只係嗰個建築嘅空殼，但係完全係冇嗰個家庭嘅温暖。父母冇咗，兄弟冇咗，倫理冇咗，人生無家。何以為精？到最後一句說話咧，係好沉痛咁樣鬧朝廷。我哋而家淪落到咁樣，你叫我哋點樣做我哋平民百姓？而家香港啲細路仔十幾歲上街，林鄭政府你有對過細路仔？何以為精？這個是很沉痛的。做平民百姓是很基本的條件，就是說安居樂業，太平盛世。但是你們現在呢，周圍都是烽煙四起，民不聊生，那我們怎麼過？OK， 今天到此。精靈的兩個字是怎樣的精靈？黎咧就係呢個黎民百姓啊嘛，天生精民就喺《詩經》所講嘅精民，即係呢個係平民，呢個出自《詩經》嘅精民。